好，今天我们学的是北。北北北北北，第三声。但是呢，妈妈就画了，OK，我们的四个方向就是东南西北，OK，然后北边呢，北方我们就有什么？你采了什么颜什么呢？北几？极光，北极光，对不对嗯，？Aurora Borealis。然后这个呢？北斗，斗星。北斗星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两只是什么？北极熊，对了，北极熊，诶，北极熊就是在北边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东边东方就妈妈画了什么？东东方方，熊猫，对了，东方熊猫在哪里找得到？中国。中国，OK。然后新加坡就是在这里，东南的中间这样子，就是东南亚，OK。然后我们跑到南，就是 South。南呢，就是出名有企鹅，所以就是。会画，我画了南方企鹅，OK。然后这个"南"这个字呢，也是南瓜的"南"哦。然后最后这是什么行。？C，所以 C 有西瓜的 C，然后。《西游记》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孙悟空的那个《西游记》，唐三藏，那个 C 对不对？Journey to the West，所以记得 C 就是 West，OK，West。所以我们就从这里东南西北，OK，所以北就是 North，东就是 East，南就是。South, C 就是 West. OK，